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无以观复。永恒的岁月轮回中，总有精神气骨蕴藏于此，搓磨不灭。观复博物馆是无言岁月的见证，逝去浮沉，人们依然可以在这里与古人对话，与文化同行。古时文人雅士的闲逸情趣，能工巧匠的玲珑妙思，世家大族的精致品味，都在观复得到了重现与升华。月印万川，文化亦如是。在观复，每个人都只是匆匆过客，却可以期待与历史的一次邂逅神交。成立于1996年的观复博物馆，是新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最初的观复，仿佛高情孤竹、寒夜独行的私家修史者，热爱与西进，使创始人马未都始终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带领今人感受历史的温热血脉。薪火相传中，越来越多的人正循着这愈加耀眼的文化光芒来感受历史的震撼与伟大，而观复的初衷则始终如一。从北京到杭州，从厦门到上海，观复如一潭映月之水，乘着沧桑历史流过山脉，汇入长河，为每个走出浮世的行人刻下一段文化的烙印。大家好，跟随观复博物馆的电视片，走进今天的24集电视杂志《北京朝阳文旅纪事》，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嘉宾主持人张光北。文化是旅游产业升级转型的核心资源，旅游是展示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如果说世界是一本书，而不旅行的人们只读了其中一页，旅游不仅仅是去另一个地方，旅游是另一种方式的体验。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走进声名远播的北京观复博物馆，有请观复博物馆展示部主任陈亚楠、光复猫经纪人房新元，有请。二位嘉宾好。光北老师好。大家好。保护文化遗产，彰显文明中华，观复博物馆自上世纪的1997年1月18日在北京正式开馆，至今已走过26年的历程。一路走来，你们的初衷与表述又是怎样的呢？观复博物馆呢，是1996年由文化学者马未都先生建立的，最初的馆址呢是在琉璃厂西街的位置。那么1997年1月18日呢，正式对观众开放了。在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有了新的突破，开始在厦门、上海还有杭州建立新的地方馆。那么这些地方馆呢，也是根据当地的特色，结合观复博物馆的馆藏的内容呢，设立了新的展示的内容。一直到2004年，也就是
我们现在的馆址落成的一个位置，在朝阳区金南路的18号。那么搬到了新的馆址，从原先在琉璃厂西街400平米的一个展示面积呢，发展到了现在3500平米的展示面积，以及我们可以看到的观复博物馆的一个绿色生机盎然的院子啊，也有观复猫的一个互动的展区。那么我们有了更多的展示空间提供给大家，所以呢，我们现在常设的展品有超过1000件，年访问的客流量已经超过10万人次。到2016年，观复博物馆呢开始推广新的文化 IP 品牌观复猫的品牌。观复猫是一群生活在博物馆无忧无虑的猫，我们亲切地戏称它们为博物馆的猫馆长。它们每天的工作任务就是代表观复博物馆去推广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观复博物馆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观复？好，没问题。观复两个字呢，取自于老子道德经的第16章，文章的内容呢是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无以观复。最后的两个字也就是博物馆的名字了。其实它的内容是在说万物都有自己的生长和发展的一个规律，希望大家在不断的观看和观察的过程中体会其中的一个道理的。那么最初马未都先生用这两个字来命名博物馆，其实就是想说各地来的游客乃至于全世界来的游客，在看到博物馆的展品和文化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观察和观看能够有自己的体会，所以也运用到博物馆的运营方面。那么我们在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创新的过程中，可以有不断的发展，有新的内容呈现给大家。那个观复猫，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那说到观复猫呢，我觉得就可以给大家讲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了。观复猫是观复博物馆近年来在非常用心打造的一个文化萌宠类的 IP 品牌。如果大家来到观复博物馆呢，首先进入到院子里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可爱的小猫咪。在我们的院子里啊，大概生活着有30多只观复猫，那可以随时的和客人有一些互动交流这样的活动。同时呢，我们可爱的观复猫也担任了客人和博物馆之间的一个文化媒介的作用。我们以观复猫为载体，创作了大量的卡通插画以及各式各样的文化类的内容，以观复猫的口吻，然后来向大家讲述我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向大家更好的去介绍和推广我们博物馆的一些藏品。那你们博物馆为什么想起养猫了呢？说起养猫这件事儿吧，这个话就比较长了。我们决定做一个品牌呢，是从大概2015、2016年开始的事情，但是实际博物馆养猫啊，可以追溯到大概有20年前了，就是大概2003年的时候，当时是马先生的一个朋友，然后他给马先生打电话说，在我们家楼下有一只纯黑的流浪猫，因为他知道马先生比较喜欢猫嘛，所以他当时就问马先生，你要不要养啊？带来博物馆有一个这个小猫咪陪你写写稿子呀什么的，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然后马先生就决定说，好，我要养这个猫，长什么样呢？我带了几张照片可以来给光伟老师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只观复猫，在2003年来到我们博物馆的。光伟老师看我们这个猫是纯黑的吗？不是黑的呀。对，它是一只中华狸花猫。对，这个马先生经常把这件事儿当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讲给我们后来的一些朋友和观众。他经常在说，你说我那个朋友当时是什么眼神儿啊。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一只这个观复猫，狸花猫嘛，所以浑身长着这个漂亮的虎斑纹。所以马先生觉得呀，这个猫和人一样，它一定要有名有姓。所以呢，给我们的第一只观复猫取名就叫花肥肥。花肥肥，对。其实花肥肥来到博物馆的时候，它已经是成年猫了。它的前半生是什么样的，我们不清楚。但是这只猫呢，它来到博物馆以后啊，它的状态就是非常气定神闲的一个状态，并不把自己当外人，也一点都不胆怯，然后经常呢跟我们的客人有非常多的互动。那慢慢的我们也发现，就是客人因为猫咪的存在更愿意待在博物馆里了，博物馆它变得更有温度了。那于是呢，我们就陆续的又
又收养了一些其他的几只被流浪和弃养的一些小猫咪。那一直发展到2015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决定要把官复猫正式作为一个品牌呈现在大家面前。于是呢，我们就决定聘请我们的官复猫作为我们的官复博物馆的猫馆长。我们当时呢，有正式的给我们的官复猫下发了聘书啊，就非常的正式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理事长花肥肥啊，就是您照片上看到的这张，是我们的第一只官复猫。其实每一只猫可以看到，我们都起了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就是个性化的名字，都是根据它的性格，然后来去安排它的职务的。那一直到现在呢，我们的官复猫也更迭了几代啊，就年龄大一点，它可能会升职啊，就是我们每隔一两年会有一个升职这样的活动，可能它从副馆长升职到馆长，然后还会就年龄更大一些，可能会升职为常务理事啊，就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的给我们的每个猫咪都赋予了一个像人一样的职位和它的一个性格。那这样的话，整个故事就变得丰盈起来了，然后这样才能这个更好的为我们后续的一些出版物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包括现在做的一些漫画呀，可能今年还会上一些动画呀、儿童剧啊，做了更好的这种内容上的支撑。我们官复博物馆和官复猫是两个不可分割的主体。博物馆去养猫啊，完全是为了一个宣传，因为博物馆很容易在宣传中引起社会注意，对这种新的宠物养宠物的观念呢，能够向社会去广泛的去宣传。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我们以身作则来实现那句口号，就是用领养替代购买，让生命不再流浪。走进官复博物馆，典雅的环境，平易近人的陈列，一种传统文化的亲和力扑面而来。陶瓷馆、家具馆、工艺馆、门窗馆、多功能馆，还有已推出的特展70多项的优质创新丰富的精品展览。没错，其实大家来到官复博物馆可以看到很多有意思的内容。那首先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官复博物馆的展览内容非常的丰富。现在在博物馆大家可以看到的有4项常设展览和1个临展馆。那么常设展览就像刚才光北老师说到的，我们首先有中国古代的陶瓷展。在陶瓷的展厅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唐代陶瓷开始普及到日常老百姓生活中的这些器物，一直到宋瓷的精品的代表作，以至于到元代、明代、清代的各类彩瓷、青花瓷器，各式各样的瓷器展现在大家面前。那么我们呢，是以一个时间的顺序给大家来进行这样子的展示和讲述的，这是陶瓷馆的一个大概样子。那么我们同时呢，还有中国古代硬木家具的展示。在硬木家具展示的内容里边呢，我们同样是以时间为线索。首先展示的呢是黄花梨的材质。在黄花梨的材质呢，是因为它在明代中晚期主要流行，所以这个时期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明式家具的特点。那么我们同时呢，还有非常贴近北京地区文化的紫檀家具展示。紫檀家具出自宫廷，所以它的工艺非常的繁复。那么它木材的材质呢，又颜色深沉，非常受宫廷的喜欢。在这之后呢，也有清代中晚期流行的红木家具的展示。红木家具也流行在全国各地的当时的老百姓家里。那么我们说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能看到鸡翅木的展示、铁力木的展示，这些传统古代的硬木家具展示，大家都可以在官复博物馆的硬木家具展厅看到。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展厅，也就是我们后面大屏幕里看到这张照片的一个展厅，是中国古代门窗的展示。这个展示内容呢，我们取自于江南地区的木质门窗，比如说有来自江西地区的、福建地区的、浙江、江苏各地区的木质门和木质窗。我们呢，还是以门和窗原先所在的位置把它们放置在墙体里面，所以当您走进官复博物馆门窗馆的展厅的时候呢，您会发现身临其境的感觉就在您身边，感觉当时的门和窗它还在它原来有的位置和角度。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展厅里，您能感受到的是江南园林的一个氛围。
门窗首先来讲呢是建筑方面最亮眼的部分，因此上呢，它在展示的过程中，或者说在居家环境中呢，其实是会抓眼的。它的雕刻工艺是非常好的，基本都是江浙这个地区，东洋木雕是最大的代表。然后江浙地区的所有雕刻呢，它的故事画片呢，可以说是几乎没有雷同的，包括我们展厅里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画片。东洋木雕以雕刻细腻著称，它的雕刻可以说细如发丝，笔所不能及，就是连画笔都画不出这么细。为什么在那儿给大家提供了放大镜呢？就是由于它过于细腻，在如果人的视力不是很好的情况下，看不清它雕的人物发丝等等细节。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工艺之光的展示。工艺之光其实呢，如果用收藏者的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就是大家常说的杂项类的内容。我们古代的工艺内容呢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漆器的内容、玉器的内容，还有金属器的一个藏品，这些其实都是古代工艺的经典之作。那同时在工艺类的展示内容里面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珐琅器的展示。我们北京有燕京八绝，其中的景泰蓝其实就是珐琅器的一种。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临展馆，也是我们第五个展厅。临展馆的展示呢，是我们每年会根据博物馆的展览内容还有收藏的内容去创新一些展览的项目。在这里呢，现在展示的是好奇喵观复猫钻进古话说起居的展览。这个展览呢，是以一群猫做主角，它们走进了古代的人物画里，在人物画里呢，又把画中的器物替换成博物馆收藏的这些器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呢，我们用了17幅这样子的古画去串联起一个故事，告诉大家古人是怎么从席地而坐，以祭坐为坐姿，转换成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椅子上的垂足而坐的一个起居方式的。这是大家现在可以在观复博物馆看到的5个主要的展览内容。来到博物馆，除了看展，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做。都做什么呢？其实大家来到博物馆以后呢，还可以看到很多很丰富的内容。比如说有家庭的参观者，有小朋友，有家长，他们会好奇来博物馆可以学到什么。那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社教课程叫观复学堂。这个观复学堂的课程呢，为小朋友和家长设计了丰富的一个课程内容，围绕着我们博物馆的藏品去开展讲座讲解，在博物馆去动手工这样子的互动活动也可以去进行参与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大家走累了，听完课也可以坐下来去读一些观复博物馆的读物。那我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比如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最新出版的马未都讲宋词，它是以宋词为内容，以马未都先生的个人视角去讲述他眼中的词人还有词的一个内容。同时呢，我们也有同期推出的国宝100的节目还有出版物，在这个里面讲述了100件国宝它的前世今生的故事。观复猫呢，是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 IP 品牌。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为观复猫做了展览，还有社教，还有我们的出版物。观复猫小学馆特别受到小朋友还有家长的喜欢，他以漫画的形式讲了我们观复猫去和文物一起探险的故事。那以上的书籍呢，就是博物馆推出的以文化为主题、以藏品为主题、还有以观复猫为主题的出版物。大家看完了所有的这些出版物以后呢，也可以来到观复博物馆的商店，看到种类多样的观复博物馆的文创产品。那么如果大家对藏品感兴趣，比如说我们有九宫壶，我们有基业长青杯这样子的收藏级的文创产品。那如果大家想带一些文化的元素回家的话呢，我们也开发了藏品系列的文创产品。感受时尚生活，体验格调消费。观复博物馆位于朝阳区10条精品旅游路线之潮生活线路之上，这条旅游路线由宜堤港出发，经由朗园 Station
相府公园、观复博物馆，终点站是北京温榆河公园。马未都先生，实际我早就认识他了，因为他刚开始写电视剧。没错。对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百家讲坛》。哎，当时媒体报道说，马先生的《百家讲坛》播出，带动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五次收藏热，同时也激发了年轻人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这一时间呢，让人们对文物保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没错，正如光北老师说的，马未都先生被大众所熟知是从百家讲坛2008年开始，但是其实在这之前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历。马未都先生呢，他祖籍是山东人，对，然后呢在年轻时也当过工人，当过作家，也干过编剧。那不管这样子哪一个身份，其实他一直有一个坚持，就是在传播和推广传统文化。他一直在不断地去探索新的一个传播方式，怎么样让大众能够更好的、更容易、更便捷的去接受到这些文化内容。1981年呢，马未都先生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今夜育儿园》。那么在青年文学做编辑的这个期间呢，他也就结识了刘震云还有王朔等这些小伙伴，那么大家一起呢创作了大家熟悉的《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那么在这个之后呢，时间到了80到90年代，其实这个时间段非常的有意思。用马未都先生个人的话说，这个时间段是一个收藏非常有意思的阶段。收藏市场呢，在这个时间段呢，你如果在生活里面省一些钱，那你呢就可以在比如说小事上，比如说地摊上淘到自己心仪的一些藏品。所以经过80年代到90年代这样的一个时间的积累，个人的收藏慢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在1996年的时候，马未都先生以个人旧藏为主，建立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观复博物馆。那么在观复博物馆建立之后呢，马未都先生也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大家现在所熟知的观复博物馆的馆长。那么成为观复博物馆馆长以后呢，我们还是在继续坚持怎么样去讲好传统文化的这件事情。那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各类的传播的出版物，以及呢百家讲坛的节目，其实在后面我们陆续也录制了有新的节目，比如说观复都督、国宝100的这样子的节目。所有的这些内容现在已经有了新的传播者，现在观复猫呢他们也在发声，所以呢马未都先生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观复猫的马爸爸。马爸爸在带领着观复猫不断地去推出新的文化内容，让大家以一个更亲和、更熟悉的方式去接受传统文化的故事。我办博物馆那年才41岁，人生最好的时候。博物馆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任务，在传达古老的文明、灿烂的文化的同时，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中获益。马条条作为猫馆长跟我一起录了这么一段，我觉得很神奇，他居然一动不动，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想的跟我有可能是一致的。我不知道我81岁的时候这个博物馆是什么样子，当然我希望它比现在更好。我说过，当我离开这个博物馆的时候，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来，我说博物馆怎么样了呢？我去买张票进来的时候，我觉得哪哪哪都比我在的时候更好，那我的愿望就算达成了，我的事情也就做成了。观复博物馆是国家首批于1996年批准成立的综合类大型博物馆，致力于充分挖掘馆藏文物信息，在努力讲好传统文化故事上做出了积极贡献。下面我们就说一说观复博物馆的代表性作品。好的，我这里想先给大家展示一张照片，这是一件紫檀雕龙纹的大画桌。大家这么看照片呢，其实感觉没有什么，一个小小的纸上打了一个桌子。那这样的一个桌子
它的特点在哪儿呢？是它的体量，它的幅宽非常的宽。像这样的一件桌子呢，它的幅宽已经达到了将近90厘米，这在传统的藏品里面呢，我们把它定义为画桌。因为我们知道古人书画书写的时候呢，是需要站着的，需要一个更宽幅的一个尺寸。宽的桌子很容易找，但是紫檀木料做的宽的桌子就很难了，因为我们常说的一句话，紫檀无大料。所以这样子的桌子，我们看它上面用的拼板一般呢都会是4拼5拼6拼这样子，甚至更多。但是这一张桌它只用了3拼，也就是说它每一块拼板几乎已经将近30厘米的宽度了。所以这对应到紫檀这种稀有的材料来讲，已经非常罕见了。同时这张桌其实还见证了马未都先生和李汉祥导演他们之间的一个特殊的缘分。那这张桌呢，最初是1982年的时候，香港导演李汉祥先生来北京筹拍电影《火烧圆明园》还有《垂帘听政》的时候，去采购道具时候选到的一张桌子。那么那个时候呢，李汉祥导演从香港来到北京，人生地不熟，所以呢他托朋友找到了马未都先生，那请马未都先生来带着他去购买一些道具来使用的。1995年，李汉祥导演结束了在北京的拍摄，做了一场专场的拍卖。但是呢这场拍卖呢，很多价格稍低一些的藏品都售出了，但是呢价格稍高一点的藏品就流拍了。那么时间到了1996年，也就是我刚才说到观复博物馆开馆的这一年，突然有一天呢，李汉祥导演打电话给马未都先生，想约马未都先生见面，两人约定下午再见。但是到中午不到的时间，李汉祥导演就匆匆赶来了，从兜里掏了一张用马未都先生的话说是皱皱巴巴的纸。这个纸上写的是什么呢？写的就是当时流拍的这些家具，其中就有这件紫檀雕龙纹的大画桌了。匆匆的见了一面，留下了这样子的一个皱皱巴巴的清单。然后呢，李汉祥导演表达的意愿就是，我想把这一批的家具转卖给你。然后李汉祥导演就去了片场去拍摄了。但是第二天，北京晚报突然马先生读到了一篇文章，就是一个消息，李汉祥导演猝死片场。李汉祥导演在当天下午去世。那么之后在追悼会上，经过家属的确认，他们一致还是希望说遵照李导生前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把这一批家具由马未都先生代为收藏。所以马未都先生当时对这件藏品其实是怀有特殊的感情的，他觉得这样的一件藏品在李汉祥导演人生的最后一个下午能够托付给他，这已经是他们两个人的缘分了。所以现在这一张大画桌呢，从1996年观复博物馆开馆到现在，您还可以在观复博物馆的展厅里看到它。这件物品虽然它的前世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它的今生。那么如果再过百年，我们现在讲述的这些故事其实就是他的前世今生。刚才你讲了紫檀大画桌，这个马未都先生和李汉祥导演的一段友谊哈，而且我还知道这马未都先生和王世襄先生还有一段缘分，有一段故事很有意思。您说的没错，这一段故事起源于一件锡皮捧盒。王世襄先生呢是著名的文物专家，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71岁的王世襄先生和当时30岁的马未都先生有了一段忘年交。每到晚上吃完饭的时候，马未都先生就骑着车子，因为当时两家住得不远啊，骑着车子5分钟也就到了王世襄先生家了，陪老先生聊聊天，说说家常，聊一聊文物，聊一聊收藏，聊一聊一些有趣的历史故事。但是有一个问题，聊着聊着就忘了时间，所以马先生呢非常守时，每到10点总会起身跟王世襄先生告辞，但是王世襄先生又不舍得他走，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呢，王世襄先生就会说，你稍等，我给你看件东西来展一眼。有一天晚上，当终于翻箱倒柜找到了这样子的一件锡皮捧盒拿出来的时候，王世襄先生说了一句话，说这可是锡皮漆，锡皮漆里面这件可是国宝。他
它的整体工艺呢是以漆器制作的，里面的内胎非常的特殊。我们常见的漆器内胎呢是木器的胎，以木材来制作，但是呢它呢是一个皮胎，在这个基础上呢用漆挤高低不平的地子，上面呢用不同颜色的漆给它进行装饰，最后在统一的高度呢形成不规则的花纹。那这样子的漆皮的漆器呢在古代也是非常少见的。时隔20年后，2003年，王世襄先生将个人的收藏的器物呢全部拿出来拍卖。马未都先生在知道了消息以后，第一时间决定不论花多少钱一定要把这件盒子买回来。之后呢博物馆一直在展出着这样子的一件漆皮捧盒。下面我要介绍给大家的是这样子的一组18扇的三国演义隔扇门。这样子的隔扇门一般在古代呢它会有几个部分构成，最上面的叫做上绦环板，中间的部分叫做隔心，是用来通风和透光来用的。那么在中间这个部分有一块小板，它叫腰板，下面连接的部分叫做群板，以及这组屏风最独特的下面还有它下绦环板，从上到下高3.43米，一共18扇，加起来每一扇上都有雕刻。在腰板上和群板上会雕刻的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三国演义》的内容，比如说在我现在展示给大家的图片里，这个位置就是刚才的群板的位置，上面有铜雀台比武、单刀赴会、七擒孟获、三英战吕布，也是光北老师当年饰演过的一个经典角色。工匠们把《三国演义》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里边共刻画了202个人物，是吧？对，没错的。这一套呢，首先来讲，它的完整度是非常非常完整的，上边的人物所有面部呢都是留存，同时呢，它的腰板还有中间6块的群板，全都是《三国演义》的故事，人物完全采用是高浮雕结构。那这样的雕刻呢，其实并不常见，高浮雕人物呢。对于这个古代来讲呢，一般俗称叫三代工，就是说爷爷是木匠，爸爸是木匠，直到儿子这一辈才可以逐渐掌握这个高浮雕工艺。由于它是什么呢？它需要人体变形，以增加这个层次，所以这样的工其实是非常难的。这道门倾注了很多匠人的心血。下面说一说黄花梨、百宝嵌、龙纹罗汉床。我们看到的罗汉床在这里了，呵，这么大的一件罗汉床，首先它在体量上是非常大的。这件罗汉床呢，它从三面的独板到下面的床身全部是用黄花梨木制作。那我们知道黄花梨木呢，它的体量就比我们刚才介绍过的紫檀要大得多了，它可以有这样子的大尺寸的独板去制作，所以呢三面的围子全部用独板制作。刚才像光北老师说到的百宝嵌龙纹的这个纹饰，就是嵌在它的三面独板上的。对的，中间的这张独板上呢，它是嵌的双龙戏珠的纹饰。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到的这一部分呢，是床身。床的身呢，其实在古代它有更悠久的历史。我们最早说的下榻的榻，其实就是这一个部分。那上面的三块独板，其实是我们最早使用的屏风。随着人们使用的不断的发展，聪明的古人呢，
把屏风和榻相结合，形成了这样子的罗汉床。其实现在在大家的家里，很多时候使用这样子的古代硬木家具的时候，罗汉床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家具了。但是它有着非常悠久的文化历史。中国的床榻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繁复的雕花，讲究的形制，古色古香的罗汉床透着中国人骨子里的风情雅韵。没错，中国人在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创新的过程里面，探索出了很多新的不同的工艺，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木器工艺，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漆器工艺，还有甚至玉器工艺、景泰蓝工艺，各式各样的工艺您都可以在观复博物馆的展厅和藏品里面找到。请看大屏幕。一张照片是清乾隆时期的梯彩双龙纹春字捧盒。这个捧盒跟前面那个捧盒有什么不同吗？捧盒呢，作为盒子，它的作用是一样的，都是用来盛装食物或者盛装器物的。但是呢，它们的工艺又有一些区别。刚才我们看到的锡皮捧盒，对，它是在里面的胎上上漆，上不同颜色的漆，然后铲平形成的花纹，花纹是平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件寿春纹捧盒呢，它是上漆以后在上面做雕刻，也就是动刀了，梯刻出来有高有低，是需要上百道的漆，形成一定厚度之后再去梯刻。其次呢，它的特点是上面的这个大大的春字，这样子的一个春字圆字的图案呢，是明代嘉靖时期的黄漆捧盒。之后在清代乾隆时期呢，找到了这样子的一件藏品。乾隆皇帝非常的喜欢这样子的一件寿春捧盒，所以在乾隆时期又复制了大量的这样子的寿春捧盒，用的工艺是梯彩，也就是我们刚才在名字里面听到的梯彩。这个彩指代的是这件盒子上用了各式各样的彩色的漆，有黄漆，有红漆，有绿漆，甚至有黑漆，全部藏在它的这些细节里面。同时这件盒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它是一件国礼，它是清乾隆时期呢，英国使臣马格尔尼代表乔治三世访华的时候，乾隆皇帝以这样子的一对寿春捧盒送给乔治三世作为国礼的，现在还收藏在英国皇室。现在我们通过大屏幕来欣赏一件黑漆款彩十二扇屏风，请看大屏幕。片子里看到的十二扇款彩屏风，它是非常有特点的，在于它的工艺叫做款彩。
款是钱款的款，但是古代款还有一个意思是凹下去的意思。这样子的工艺主要流行在明清时期。那明清时期呢，多用这样子的工艺去制作我们刚才看到的大的屏风。这种屏风一般是为当地有威望的人过寿的时候，大家一起出资送给他的寿礼。所以我们在屏风的正面也会看到它是一个寿考图的内容。从最右边往里走，我们会看到大家带着礼物来给寿星贺寿，通过中心的门，中轴线上坐着当天过寿的寿星，所以这样子的一件礼物送给寿星老是非常合适的。在官复博物馆诸多的荣誉中，有三个荣誉：北京市朝阳区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朝阳区中小学社会大课堂活动基地、对外经贸大学来华留学生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基地。这三个基地告诉我，你们做了很多的社教培训，说一说这方面的事件与收获。没错，官复博物馆呢，从2000年起就已经设立了官复学堂这样子的一个社交品牌。在这个品牌下呢，我们面向不同年龄的客人，比如说家庭的参观者，比如说儿童，比如说成人，设置了不同的课程内容。课程里面呢，会包括讲座、馆内的讲解，同时呢，如果是儿童这样子的年龄呢，还会给他开设一定的手工互动的一个课程。其中19节是面向儿童，有8节是以博物馆的馆藏和传统文化内容为主去衍生出来的成人的这样子的文化课程。在这个基础上呢，官复学堂呢是希望利用自身丰富的馆藏优势与教育紧密结合，承担更多的社会教育与社会责任。那么同时呢，官复学堂它有2大特点，一是在开放式的展览中进行教学，因为我们博物馆呢是以开放的展览作为我们展示的一个特点的，所以呢，我们的社教老师会带领所有的这样子的学员还有小朋友们进到博物馆的展厅，就在展厅做讲解，就在展厅做讲座，你的身边就是藏品，就是文物。那我们呢，同时来去讲述藏品的历史，讲述文物的知识。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还有另一大特点，就是与官复猫的互动。官复猫是文化的使者，所以呢，以官复猫的口吻，以官复猫的互动，去让小朋友更容易的去接受传统文化的知识，让他们有更深刻的印象，去了解官复博物馆的这些文物和藏品，还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好奇喵、官复猫钻进古话说起居展览，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氛围，为传递关于中国古代名画生活起居方式演变、家具形制严格的丰富知识，小朋友大朋友都可置身其中，边玩边学。愿大家在长姿势、收获满满文化干货的同时，放松身心，来一次全身心的文化穿越之旅。近年来，逛博物馆已成为深受市民和旅游者喜爱的新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博物馆也尝试积极走出博物馆，探索活动开展、文创开发等。官复猫与24节气就是一个很好的非遗课题的拓展。
我们先睹为快，请看大屏幕。生于青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刚刚呢，我们看到了我们观复猫与二十四节气的这样的一个插画。那其实呢，这只是我们观复猫对于传统文化内容其中的一个方面。近些年来呢，我们把这个观复猫呢以博物馆的生活为背景，以猫馆长作为它的身份，其实是创造了大概要有上百个系列，类似于这种可以去起到一个很好的传统文化传播和媒介作用的这样的一些插画。那像观复猫这个系列哈，二十四节气，我们是选取了每一只猫，然后代表一个节气的这个内容。同时呢，在内容创作上面呢，我们既在这本书里面用我们的这个每一个猫馆长然后代表一个节气，同时呢又结合了一些我们节气相关的馆藏文物，然后马未都先生呢也为我们这本书呢讲述了一些节气相关的知识。那这样大家看起来它是只是一幅一幅的插画，实际上它背后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的内涵是非常值得这个观众也好，读者也好，去更进一步的深入了解的。那近些年来啊，国潮也是非常的流行，这种蕴含着传统文化意味的这个内容非常的这个受到市场啊或者读者的一个欢迎。我们也借着这个风头啊，有着开发了很多的文创，比如说今天我们带来现场啊是一组我们二十四节气的杯子，可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我们云朵朵款的春分的杯子啊，上面呢就是我们刚刚有介绍过的我们的这个营销馆长云朵朵。云朵朵呀，平时她的形象就是一个非常像小公主一样的这样的在博物馆里的形象啊。然后在这幅插画上大家可以看到的也是春天的这样的一个景色，类似于这样的内容我们有很多。我们在现场还可以看到我这儿摆放了一个尺寸大一些的手办啊，那它呢是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收藏。这个两个形象呢也是来自于我们观复猫的形象，但是它的文化内涵体现在哪儿呢？这幅画啊，它是根据我们这个图书的系列，就是中国古画有玄机的这样的一个系列去创作的。那最开始的呢，我们这个系列的名字叫观复猫钻进古画系列，也就是我们选取一些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些历史画作啊，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韩熙载夜宴图啊，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簪花仕女图啊，以观复猫的形象然后来替代到这个画面上的原画中的人物形象，再把观复博物馆的一些馆藏器物然后融入到这个画面当中啊。可以说这个项目我们前后大概三四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在我们这个整个系列它积累了很大量的粉丝和社会认可之后呢，我们还有进一步的操作，就是像我们这个系列的手办，它是和一个非常大的专门做这个手办的一个手办公司来进行合作的，那强强联合，然后使我们的这个文创产品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水准啊。包括上面的这套啊，这是一个小的盲盒，那这个呢也是根据我们博物馆这个馆藏的文物和我们观复猫形象来进行的一个结合。就是您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碗，这是一个我们可爱的小猫咪，这个碗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博物馆馆藏的器物啊，是一个唐代的绞胎纹的这样的一个碗啊。整个这个碗如果您去博物馆参观的话是可以看到的啊，尺寸要比这个大一些。那我们呢就用这个现代的一些工艺，然后把它跟我们观复猫可爱的形象做了一个结合，做成了这种盲盒的一个设计。大家既可以说看到它趣味性可爱性的东西，然后又可以深挖到它背后一个文化性的内涵啊，这个这样的话就给我们博物馆做了一个很好的推广，然后也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播呢做了一个很好的媒介。我们还有一个公益理念，用领养替代购买，让生命不再流浪这样的一个理念啊。之前无论多么可怜的流浪猫被人收养之后，有了温暖的家以后，来到了我们博物馆以后，都可以重新焕发它的一个魅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观复猫的猫主任。我们很多呢小朋友是专门来观复博物馆找我们观复猫玩的，然后这样呢能让小朋友特别的有爱心，然后怎么知道跟猫猫相处，甚至影响到他以后的人生，怎么跟同学呀小伙伴相处。所以呢这样呢很多家长就特别喜欢带小朋友来观复博物馆看观复猫，然后大家的关系呢也都特别和谐，玩得特别开心。你们坚持守正创新，创新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造了一批立得住、竖得起、叫得响的展览展示品牌，在这方面观复博物馆走在了前面。近年来呢，观复博物馆呢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从展览到社教，以及到刚才我们介绍的观复猫的内容，还有呢我们的文创产品，其实都收获了许多观众的一个认可，同时呢也受到了很多的奖项。那比如说呢，今年呢朝阳区授予了我们2022年博物馆优秀奖。那同时呢，我刚才介绍过的好奇喵观复猫钻进古画说起居的展览呢，也获得了2021年北京市博物馆优秀展览的奖。那同时呢，我们的文创产品也曾在2016年获得过全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示范单位的奖，这个奖是由国家文物局评定的。所以这么多的积累对我们来讲呢，它是一个激励，更是一个创新的动力。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在今年呢也推出了很多新的互动的形式，比如说现在北京的观众朋友们特别喜欢盖章集章，到哪儿都喜欢把这个馆这个展厅的章盖下来留个念。所以呢我们在今年推出了超40枚的章免费提供给大家，只要您来到博物馆，您就可以集到这么多的章，带回家可以做纪念，也可以赠送给朋友。有很多小朋友把整个的一本全部剪下来做成小书签，也非常的好看。那另外呢，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拿到的这个是我们最新推出在2023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时候会推出的一个新的博物馆探秘互动推理的一个产品。那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呢对收藏非常感兴趣，虽然没有办法真的收藏到一件器物，但是呢我们把我们的藏品呢做成了这样特殊的门票，每一款门票上面呢都会有一件我们的藏品器物，大家呢可以买到不同样子的门票。所以我们在日常的工作里面呢会不断地去想新的办法去创新，让大家来观复博物馆玩得更开心，玩得更有意思。旅游背靠文化前行，文化依托旅游彰显，你们对今后观复博物馆的展望是什么？今后的观复博物馆在我们的心中就是去打造有温度的博物馆。打造有温度的博物馆一直是观复博物馆在坚持去做的，比如说我们去提供母婴室，比如说我们去为客人提供休息区，比如说我们去打造独特的开放式的展览。大家来到展厅不再是冰冷的展柜，不再是冰冷的隔离带，那你就可以站在我们的藏品旁边，站在你喜欢的这件家具的旁边，去细细的研究这样子的一个榫卯结构，去研究这些木器上它的一个花纹，能在这个过程里面收获快乐。就像我们博物馆名字所说的观复，不断的去观看，不断的去观察，不断的去体会，收获一些自己认为快乐、认为有温度的温馨的体会。那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博物馆与观复猫互动，与观复猫有一个亲密的接触，让观复猫在不断的工作努力中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文化的享受。美丽的心灵，宏大的志愿，期盼观复博物馆明天更美好。谢谢光美老师。谢谢光美老师。那今天呢我们也为节目组带来了一件我们的特殊的文创，希望送给节目组作为礼品。谢谢二位。赠送礼物仪式现在开始。风下雨雨
古堡，天工人巧，真奇妙，咫尺方寸，云深藏，这丝禅意，谁知晓？万里江山入怀抱，中华文明要古今，继往开来看今朝，中华文明要古今。